来玉桂仁之前，我在别的诊所做了第一次的隆乳手术。第一次隆乳完之后，它是胸部不自然，而且它会开开，没有办法挤沟，然后走路的时候它没办法晃动。那时候遇到的状况就是说，哎，妹妹，你的胸部大归大，怎么走路不会晃？那时候我才惊觉说，哎，不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刚第一次手术完的时候，老公其实觉得还好，可是到后面就是胸部越缩越紧，然后整个就是硬硬的，变成球感很重啊，整个就是不自然。然后你脱掉衣服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在老公面前是变得没有自信的。有时候会跟做过隆乳手术的朋友交换心得。很幸运的是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我到玉桂仁诊所做咨询。王子杰院长他很专业，而且讲话也不浮夸，耐心向我咨询。王院长告诉我，做胸部就是要有乳沟啊，胸骨突出不是问题，是可以得到改善的。当下我心中的大石头可以放下了。李小姐她的状况是在其他的诊所有其他的医生帮她做过隆乳的手术，那做完结果当然在她自己的感觉是很鲜明的，就是太尖耸太硬，不够自然柔软跟晃动的感觉。即使她穿着衣服到菜市场，她都会说周边的人突然跟她讲，你的胸部很怪很假，是不是做的？她的状况已经不好到即使穿着衣服，周遭不认识的人都会去怀疑你的胸部是不是做的，因为太挺的太奇怪，很尖耸的感觉又不够柔软，所以这已经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。那他一开始回去找原来的医生，原来医生当然就跟他讲恢复期啊，讲可能是他自己构造的问题，自己医生大概做的没有问题。那客人等于当然会找其他的医生来听一听意见。那找到我这边之后，我判断之下，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。但是当然还是建议他回去找原来的医生做沟通，看能不能由原来的医生来解决是最好的选择。原来的医生有跟他讲说，是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有鸡胸的关系，所以才造成胸部太尖耸，而且两中间无法集中。这个是我要强调，就是说一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多听各方的意见，多听几个医生去看看到底实情是怎样。以李小姐的案例来看，我们可以发现几个现象，就是因为目前我们的有关医美的法令，政府并没有很明确的限制，也因为这样，很多根本不是专科甚至不是外科医生的医生就跳进来做医美，然后就宣称广告自己是专家，所以其实选择非常的多。那相对来讲，我相信就是随意的选择你错误的几率就非常的高。所以在这边我会建议说，在做手术之前要做慎重的一个多方面的咨询，去多听其他医生的意见，你去听听看哪些医生能给你最专业的说服，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步骤，而不是只听到某一个医生那广告做很大，或是某个人介绍你去哪里然后你就做了。毕竟开刀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事，也是一个非常需要非常慎重的事情。记得刚手术完的当天，我竟然可以从楼上自己走下来，不但不晕，做完手术后的胸部也不会痛，只有一点点胀胀的感觉。隆乳重开手术已经满一年十个月，我的老公虽然嘴巴不说，但是我也知道男生多少喜欢有一点料的女生。以前老公常常开玩笑说，我的胸部都比你大耶，但是我现在穿衣服不但好看，在老公面前脱衣服也比较有自信哦。
生觉得慎选医生真的很重要，整个胸型变得超完美，整个看起来非常自然，事业线也非常饱满。我超喜欢现在自己的胸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我这一次做的手术是全脸指标。其实这一次想要去做脸部补脂的动作，是因为我的脸型比较消瘦，然后又加上我要拍婚纱，所以我想要脸红润一点，所以我回去玉贵人找王院长，让脸部看起来可以红润一点，所以他建议我说，哎，你可以做全脸指标啊，这样子，然后脸型会更加完美。当然会担心啊，因为体型比较瘦小，然后又怕说自己的大腿抽不到脂肪，所以呢，会担心一点啊。关于佩婷这个个案的手术啊，她其实脸算长得蛮精致秀气的，可是因为为了控制身材蛮瘦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脸部的鳞线非常的多条，包括额头的凹陷，然后眉棱骨，额头到太阳穴的凹陷，然后颧骨、泪沟等等这些鳞线，在脸的轮廓上是不柔和的，会让人家觉得比较严肃。比较老气，或者是算比较没有精神。那我们讲脂肪雕塑，也就是全脸的脂肪雕塑，就是要用一个雕塑家、雕刻家的概念去看一个脸的比例怎样会比较好看，然后把它补得够精致啊，够美丽，然后当然前提是消灭那些鳞线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，所以我们选择全脸指雕来做佩婷这个案例。完美的比例，因为我去拍婚纱的时候，摄影师都夸奖说：“哎，佩婷啊，你的脸怎么那么美？”而且我觉得王子杰医生的技术真的很好。以前我的脸看起来比较苦命，现在比较蓬，整张脸的比例从额头、嘴唇到下巴都变得很完美了，我自己都好喜欢哦。全脸补脂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，我的皮肤还是很好，原本的黑眼圈、泪沟也都没有再出现。现在出门只要稍微打扮一下，比起过去要花很多时间化妆，现在都不用了，而且不像打玻尿酸需要担心消退。真的很感谢王院长，因为他是一个医术很好，然后又有医德的一个医生，而且他也给我很多的专业建议，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漂亮的美妇。